春啊，继续来看这件，这是杀人未遂，被判刑三年的姓简的嫌犯，逃亡四天，总算在昨暝被逮捕归案。因为嘉南市的病院逃走了后，先坐客运到台北南京东路甲三民路的附近，再来到西门町看表演，然后坐捷运到板桥大大所，上尾也到新庄做散工。啊，惊被警察抓到，伊阁专工到地藏庵去拜拜拜拜，而且阁变装来逃亡。逃亡的路线包括着台北市甲新北市，也毋过从其尾也是避袂过新北市鹰眼队的队长。扎梅红杀掉了。小三子，伊就是逃亡四天、姓简的嫌犯，出门到本所和警察抓起来。手套松，因为家人走到新北，警方伫新北的新庄这栋公寓头前埋伏，站了七点半，成功将伊押解归案。逃亡期间还去拜拜，是不是良心不安呐？这几天有伤害别人吗？姓简的嫌犯用酒杆啊攻击过路人，这画面看起来真恐怖。依照警方的调查，伊犯着杀人未遂罪，被判刑三年，确定入狱进前需要接受病院五年的戒护。伊讲，病院环境非挡袂牢，伊才会走出去。十九下晡四点半，为家人坐客运到台北的南京三民，尾暗啊到台北车头西门町龙山寺，拢用行的。九点搁伫西门町看表演，过两天早起十一点，为放假坐捷运到板桥，下晡去深圳工程行，因头路日游专车再去南口做事。在媒体新庄双凤路路旁，为什么这个 case 会造成我们北基的调阅警力的痛苦？是因为它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无厘头的调阅法，你从画面中不容易判断出它到底的走向。我们一直看的时候，我们脑海里已经有深深的烙印出它的形状。这摆阁请出刑警小组的队长赵春杰，伊讲休困的同事毛登来斗三工，今仔将嫌犯行路的模样拢记在心内。嫌犯逃亡期间，阁去新庄的地藏庵拜拜，希望神明保庇，也阁拢跋无杯。啊，就接庙，大家啊，就拢会使跋杯，阮嘛无去注意到。啊，伊来只求菩萨，阮只专门咧掠这款的，所以求来只，所以讲一个向掠到啊，足紧的。即摆新北警察局调派刑警小组，佮立功五点钟镇压逃犯的行踪，变成幕后破案的关键。嫌犯逃亡四天，总算解送归案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韵竹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随时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